欢迎大家来到说唱梦工厂首届放风日。OG Baby 的 Baby 在哪儿？有没有看到他？那个坐火车的给我下来！我们现在就要去体验一下极限漂流。哇！没人可以威胁我们的位置，我是丛林之王。哇！怎么镜头就超过来了？加油！为了胜利，加速加速，下船！啊，慢走。走开！前面前面，小北，走开！李贝贝来了来了！啊，李贝，金哥，别走，小鬼！小鬼，你干嘛？别走！一v 一生死战，既分高下，也决生死，胜者翻倍，败者离开。祝你520快乐 ，Handy。What？ 我觉得他会按，直接一拍。是我肯定要按下去的。我只想说干他。哦，完全不输给男孩子。谢谢哥。另外一位哥们，我可以教你，你知道吗？洛杉矶的港口的东方的船哦。我加个 O 是不是稍微押韵？别起来了。听听会觉得哇，这是他们自己的声音。对，辨认度很高，输了也不冤。没输呢，政府还没决定呢，到底票数如何？败者将就此离开说唱梦工厂的舞台。寻找合适的人选，将其爆改成说唱巨星。他得高，对，你是 Bridge 哥，不是说唱巨星，我是成不了。随我们的，你觉得有多少大爷大妈愿意理我们？每个菜摊买上5块钱的超能力，不会成功。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个词儿？对不起，但是我做不来，会让你失望的，是有点难度的，有点难度。连慈眉善目的我就开心呀，大哥。啊，没错没错，就是要说。第三轮厂牌公开赛，致敬普通人的梦。每个主题下有两个厂牌 PK， 败者即刻淘汰一人。哇！Oh my god！ 为了赢，不就是把他们全部都卖一遍？因为我只为了。我就是黑色，让他们去。下次的街，欢迎我的朋友，冷风吹不到我滚烫的胸口，天亮就要走。透明的车轨。农炮打蚊子，你是 super super star。我觉得这是我看到你个人表演的最好的一次。这把输了，我把篮球吃掉。请公布投票结果。What？ 真输了，真的输了，他淘汰了。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直接回家。这太扯了吧！我们尊重这个结果，但此刻我很难说服我自己。如果说唱梦工厂的冠军不是我，这个冠军将没有任何含金量。同样是写给长辈的，给我的评价是不如糯米的 UP 的思念，好像只能唱 hook， rap 实力一般。爱我所以在这首歌旋律难道不是很一般吗？我好像我认为80%的人都唱不了我的歌吧。哦，感觉他自己就想唱的这一首就回去的，结果硬是把他留下来了。 Inderside 的门面担当，存在感拉满，这个家不能没有你，这真的是网友真实写的吗？旋律说唱太好听了，建议去歌手，去歌手就被秒啊，兄弟。印象最深的黑屏就是人说我背刺小鬼啊，我跟小鬼还有小鬼的粉丝们道个歉。全鸡汉堡炫得好，说唱 battle 燃到爆。本节目由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景田饮用水筑梦说唱热爱前行 move on 赞助播出。
拉开乐宝，见证 rap star 诞生。本节目由哈圈潮流玩家乐宝啤酒特约赞助播出。放开玩 ，Why not？ 第二轮厂牌公开赛多为主题战，天生我才厂牌获得12枚印章。他们全然保命，你们拿了2个第1了，人员安全了。当然不够卷，再卷一点。1v1 call out 作品战，天生我才获得4枚印章。发疯了。热水澡厂牌未获得晋级印章，上次赢麻了，这一次输惨了。佳木一个人杀疯了，1挑4啊！遗憾遗憾，这舞台输的又不是你一个人唱劈了输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这种情况我可能是真的第一次遇见，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全输。个体说唱新星157票未获得晋级印章。What's up, man？ 我不明白他们想要什么了，我现在。这应该是目前为止全场最低付出的努力吧，是没有获得相应的回报。大家都很努力，完了就觉得。现场还设置了一个升级按钮，按下按钮，胜者获得翻倍的4枚晋级印章，败者就此离开。这就是我想要看，快给我看点这种有火药味的，不是你死就我活。有些人会拼了，像热水澡这种。我需要一个英雄出现，是时候让他们站出来证明一下自己了。咱们肯定得加重去嘛，反正也是死，干他们就完事了，拿命都会顶上去的。他们给我把那个名字写了遍，信心加在了我身上，超级加倍。能多留兄弟就多留，绝境了嘛，就是需要有英雄站出来。拳击汉堡炫得好，说唱 battle 燃到爆。本节目由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景田饮用水、筑梦说唱、热爱前行 Move On 赞助播出。拉开乐宝，见证 rap star 诞生。本节目由哈圈潮流玩家乐宝啤酒特约赞助播出。放开玩 ，Why not？ 优酷投影 Action， 买就送酷喵设备，终身会员。感谢优酷投影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华莱士说唱梦工厂第二轮厂牌公开赛。接下来将进行1v1 call out 作品战第三组的对战选择。祝你520快乐 ，Hanji。我来选我，我来选我。Oh! What？ 哎，可以。哦，挑 Hanji 啊？啊，那他们完了呀？那我只剩我们跟宅门队了。啊、哦，真的，最坏的到了。咱们两组张最少的打，我们两组一个张都没有。哇，真是啊！他真不想让我们活了。他挑 Hanji 很奇怪，没有预料到。我前两轮都是唱旋律嘛，也受到大家的质疑。这是 rap 吗？他都没 rap， 就是只是唱。我希望能在老师们面前展现不一样的自己。然后这次可以跟我认为在这个场里 top 前三的人进行一个 PK， 咱俩就直接掰一掰喽。我想翻倍，我其实胜负欲很强啊。按一个 Hanji， 我觉得以 Hanji 的性格他会按。Hanji， 我觉得我们对女生就不要生死战了。大可不必。结果 Hanji 一排，直接一排。本轮比赛为正常 PK。好耶，今天一点火药味都没有。我觉得卡卡也不弱的，卡卡不弱的。我说实话，我觉得 Hanji 不一定能打倒卡卡，有点期待。进。嗯。K A， 看他多撕裂。
每天 celebrate、链子往下坠，坠穿 circuit 穿 supreme、天生魔鬼和我 pick a bay I got lit 有羡慕生活看的拼命追 Yeah bye bitch bye guy fuck my face 看我右手比了个 V Money and respect 转到手里就一次我不唱旋律也能吸走逆光打个信封说 super just wanna catch your soul 从头叫到脚趾头无以后都没有就会逍遥游哎，随便的游泳上了牛背我在黄中马无自由飞活下的经过下子东防备 Feeling always my own face no painBegin, 准备 Ready 上位用疯狂的脸把杂草化灰烬让一人 Bread Boss 抽点 Bullshit Lap 偷天尽管到的环境重点你跟着走都进不去、这感觉才对战死于你们都是配角 Try me for fun yeah I kill you 努力的我都感到费解